298元换购6瓶茅台，被骗20万。嚯，这个骗局一定要知道，这是个真事儿啊！前段时间，镇江丹阳一男子周某偶然间呢，说一条手机广告，说可以用积分兑换茅台酒。哎呦，还有这好事儿！于是啊，就点开链接准备去兑换，结果呢，发现啊，只用积分还不够，还得再加298块才能换购。我在某些公众号上就经常会碰到这种，差点就想贪便宜了，298。6瓶茅台，这也太划算了吧！于是呢，就跟着广告引导填写了自己的身份信息和收货地址，并支付了298元。没过多久呢，周某真的收到了6瓶茅台酒，这下可高兴坏了。可谁知道，过了几天，周某呢突然接到一通电话，说前几天寄给你的茅台啊，酒精超标了，对身体有害，给你换货并补偿800块。这周某心想啊，6瓶茅台都收到了，这肯定不是骗子吧？于是就根据引导，把自己的银行卡账户甚至是密码验证码都告诉了对方。可是知道800补偿不但没有收到，自己卡上的20万元也被对方给划走了。不用说啊，这是典型的诈骗呢、啊、并且数额达到了特别巨大，可以判3到10年。最近这种诈骗特别的多，各位千万别贪便宜，稀里糊涂就把自己的银行账户密码验证码都告诉别人，这不是魔怔了吗？如果是你，你会兑换吗？关注我，助你解开法律迷惑，变得豁然开朗。